主料，牛柳100克，藕1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红辣椒一个，淀粉、蚝油、料酒、酱油、糖、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牛柳、藕、红椒一个，六用蚝油、盐、淀粉腌制一下，藕刨去皮，然后切成片，红椒切丝，中水下藕片焯一下水，然后捞出待用。锅里少许油，将牛柳下锅滑炒一下，加些酱油、料酒，再将藕片和红椒丝倒入混炒一下，加些盐、酱油，少许糖，少许醋，大火翻炒几下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这个做法和青椒牛柳差不多，就是搭配的原料不太同而已，味道还是挺不错的，你应该一试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